忘记他家在哪里了。在那里。就是进来之后有一个很长，就是间隔，很长的间隔，一个右转，就很长间隔。我特别抽象的一个比喻，长的间隔，还是这里对吧？对。Hello, King. 我带你去那个香蕉，哪来这么多人吃？耶！我说你有那个，开心。啊？我说你有那个，很像 GoPro 的action camera。我讲的是。他已经在拍了。嗨。镜头。对，所以就是这样拿着就可以照所有人。装备齐全，来去滑雪啦！现在去接一下郭小姐，然后再接一下你同事，然后再去滑雪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第二站，第三站是接郭小姐，第四站接 Danny 同事，第五站就到了。一个半小时之后吧。对，其实很近，比我想象中还近，一个半小时。还有没有拔牙？啊，对呀。对，本来拔牙不能滑雪。啊，该退。下周一。你后面这个月不要跟别人去擦，本来只有明天去。还好吧，就动起来就不冷。只要把脸部保护好，会很伤。真的吗？对。你之前有去滑雪吗？滑过两次。就是如果你没戴脸上口罩，你滑起来之后，你整个脸都僵掉了。是不是突然心里一紧？对，有点紧张。就是摄影师拍摄影师，这个佛系摄影，想起来录一下。Hello， 米歇尔郭。他不说是个男生吗？他不说是个男生吗？不知道，人家是骗我。我想把你录下，因为你真的太可爱。我说你好像。Hello， 是 Jesse，Hello， 然后他是 Kelly， Michelle 跟 Alex。Alex and then Kelly is my sister's name. Alright, Michelle. Okay. 我们可以直接去吗？还是怎样？要录几遍？不知道介绍几遍？之前是要介绍。这个是 Daniel。是的，司机，今天的司机。哦 ，GoPro。我们的 Michelle、Kelly， 还有一个Stranger。Stranger， 你说是男生啊？没有，因为那个人晚来了，然后 Jesse 就上来了。是男生吗？Jesse， 他们，我要不然我就先去加油好了。走吧，直接就。我不知道他们没有回我，要不然我们先去吃。对，我们可以去加油吃早餐。对。OK。还不是我还没起来呀。你要在录吗？刚才那个故事没有录进去吗？没有。佛系摄影师，我帮你。佛系摄影师。摄影师想买什么呢？看我买什么？
不要碰了，这品味不太好。给你。你为什么不上镜头？我帮你录。不会，一样可爱。入手是这个。哦 ，Daniel， 你会卡在车上。啊，最好啊，我的也是。我的卡在车上。来，靠你们付钱了。买箱 fruits， 靠你们付钱了。没事，就是这个是不是？我们一起转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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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看不到雪，啊，有有有有有，来到一点点雪，不知道会不会有那种冰渣啊？就是，因为它化的话就会结冰了。吹得好吗？我听到的。蓝，果然山上也是不太一样。我要吃香蕉，我要带香蕉下去。为什么要这么害羞？越带越多啊！你看都是。我是感觉人家穿的比任何时候都要多，就跟个球一样，看见没有？鼓起来了，不是看了很想抱吗？没有觉得，好油腻啊！没有啊，很多人看就说啊，好胖啊，好胖啊，好胖的，好胖的，好胖的想抱，好油腻哦。真的，我是看人的好吗？我是说真的，扎心了，扎心了，看人的。那些话是跟你说的吗？不是吧？是跟我说的。哦，他妈的跟谁说？要杀你那么厉害，等一下就看我在 Black Diamond 那边。你都不拍你自己，然后你拍到自己啊？有拍到吗？拍到，哦，大广角，广角，哦，对啊，就他这个毛友就会入镜，知道吗？真的？对啊，好广，太广了。那个毛是话筒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所以我刚才在群里说我们到了，他们到了。
Looks nice about it. The wood looks good. See the lake. Oh. 有点冷了，呵呵，就有点冷。Yeah.我们先去里面等吧。我这个路是不太好走，我带了一个特别恶心的路。啊！刚刚下完雪才去玩的，可是那个感觉就是 beginners 啊。当年还没有那个蛮好 beginners 的，对，看起来 beginners 在那一个 specific 的一个开了，因为没有那么多人，所以他应该不是全部都开了。是吧？我们现在在哪？现在在叫什么？什么东西的？是一个 mountain 在里面。对对对，然后不过叫什么？就是 S H 什么东西的？雪很少，因为人造雪的样子。介绍你的装备。玩的时候你是玩 ski 还是 snow？ 啊 ，ski。ski， 你那个他的 GoPro 他头上。跟可以，它可以绑喇叭，还有灯光。你不要说喇叭，话筒不是喇叭啊，不是讲错了，收音，对不起，收音很好，谢谢纠正我，不然到时候对，不然到时候剪进去的时候，我自己把你讲错就很难修正，你知道？真的太齐全的装备了。好，来二楼，你们在下面呢？买票来的。要买票了，他们在下面叫我们下去啊。